尊敬的对同修，对护法，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就是今天早上跟大家说明一切众生。啊，一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皆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正得圆满、三不退的菩萨。今天有多少人受八关斋戒啊？我不知，有不多晓得。少人呢？我有受了，我请不知道举其手他。啊！哎呦，才几位而已这么难得不说八关斋戒啊，不能把它错过啊！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我们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啊，确实真的功德不可思议的，而且这个功德都是阿弥陀佛，哎，释迦牟尼佛亲自而所看到的。今天我们一品无明烦恼都未断，连小小的出果须陀洹也比不上。但是你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早上已经跟大家解过了，这个地位有多大呢？就是七地以上的菩萨，就是等于等觉菩萨的身份。哦，等觉菩萨是后补佛的，五处佛的。哦，这个是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一般见思烦恼，像这个正德言教初住菩萨。他一定要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破一品无明的烦恼，正一分法身，他才能够证得圆教初住菩萨。那圆教初住菩萨呢？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圆教初住菩萨已经非常难得了，已经很难得。他能够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但是你想一想，圆教初住菩萨要证得七地以上的菩萨，还有距离多远呢？37个阶段呢、就好比我们读书一样。言教初住是1年级，而七地以上的菩萨是37年级，怎么比呢？比不了啊！所以这个法门真的难信之法呀。你要证得圆教初住菩萨，已经很难了。连那个小小的出果须陀洹，我们都已经没办法了。啊，其实啊，都是一样的。你想一想，待业往生，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你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样的果报，就有这样的福报。
你说呢？今生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真的我们的亏真的吃得很大。所以早上我跟大家已经讲过，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能够随缘随缘就好，什么都带不走的，该去做的有缘去做，没有缘的时候，哎，好好静下来念佛，把生活能够过得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跟斤斤计较，为什么都带不走的，最主要我们要执着，执着什么？执着这一句名号啊！很多人说师父啊，执着不是我们的烦恼吗？的根源吗？对，但是你执着这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是带来清净的，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的，因为靠这一句名号我们才能够往生西方净土的，那个是不一样。释迦牟尼佛教我们执着是一切众生的根源，烦恼的根源。为什么教我们不要去执着？因为都是假的嘛。你看这个身体，多少这个世上的人为了这个身体，对这个身体严重非常的错误的一种严重执着，那都是假的嘛，它不是真的。只要你能够好好对这句名号，你的心只要能够保持那一念，哦，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遇到什么样的因缘，只要你这句名号你真的把它放在你的心里上，啊，除了这句名号之外，你真能够这样的保持，没有一个不往生的道理。无论你今天没办法证得像经典里面所讲的初住菩萨的那一种境界，没关系，你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这样的福报。所以啊，偶一大师告诉我们，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你想一想偶一大师是怎么说的，你看到了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我们到西方净土。所以偶一大师啊，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你今天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大业往生的，是一位凡夫，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但是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智慧神通能力享受都是跟谁一样？都是跟七地菩萨都是一样差不多。换句话说，你的能力、智慧、神通、享受都是跟法身菩萨都是平等的。什么原因呢？都是靠着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本愿为神加持的嘛。这个福报谁给的？阿弥陀佛给的啊，你不靠阿弥陀佛行吗？你不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行吗？我们想一想哦，尊敬的觉同修大德，你我们仔细的去思维一下，今天如果没有净土法门，今天如果没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要靠你自己的能力要得到像七地菩萨那样的待遇行吗？不可能啊。就算我们能够得到，你要过经过有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呢？很长哎。就好比什么呢？好比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就好比啊，我们啊在这个世上啊很穷，贫贱的人家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一个很高贵的朋友，你有一个很有福报的亲戚，哎，
他今天把你请他，把你请到他的家里去做客，哦，他提供给你的食衣住行都是跟他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不是你的？不是啊，没有一样东西都是你的。他今天用好车，你也可以用好车；今天住的大的房子，你也可以用住他的大房子。他有所有的钱，你也可以用，为你所用，没有一样的。他所有的，你也可以得到的。你想一想，这个是谁的？不是你的，那都是阿弥陀佛给的。你看，你说。我们也不用这么辛辛苦苦啊，去拼命啊！但是你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能够受到这种的待遇，你说好不好？很好哎，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呢、啊，生在什么帝王之家，哦，就是一位王子，你看哦，他生到这个国王。一生到这个国王帝王之家，他一生下来就是做太子了，他也什么不用做，也不用费什么样的一些很大的功夫，也不用跟人家争，也不用跟人家拼命，他一生下来就得到了。这个福报的待遇谁给的？国王给的啊。这个待遇谁为他补的？国王给他补的，给他修好了。今天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所有的享受，你这样的福报，就是也是自己我们念佛功德成就的。阿弥陀佛已经把五劫，哦，这五劫所修学的所有的功德全部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了，供养给十方一切的众生，只要你肯相信，你肯发愿，你真的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只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待遇都是一样的，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真的耶，你要相信呐、啊。真的，真的不可思议的，在一切法门当中，在十方诸佛国土，你要慢慢的修，慢慢的学积，慢慢的学。但是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不用啊，好像我们读小学，哦，从小学直接哎到研究所了，连大学、小学、高中都不用的，从小学哎升到研究所。这个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有的，其他十方诸佛国土是没有，它是一个一个的，像楼梯一样，一个一个的这样。哦，你要慢慢去修，慢慢的去累积，所以要无量无边，无量劫以来，你才能够达到。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要成佛，为什么称为叫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劫，那个是没办法计算的时间。就是说无量劫啊，你才能够成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走这一条弯路走得很辛苦，成佛以后才把这个法门，非常难得的法门，把我们介绍给我们。那我们今天还不念佛、啊、你说呢？真的耶，像这种的大意、啊、你想一想，不要说其他的了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很可爱的故事。你看，师父以前呢，从台湾要到美国纽约啊，到纽约大概要飞14个小时，14个小时，我买的飞机票是经济舱的，那个很辛苦哎，哎真的。坐在那边哦，14个小时，哎呀，真的很辛苦。你看哦，我要登机的时候，突然间我的票，哎，那个
那个服务人员跟我说：“哎，师傅，这个票啊，要换一下，要换一下。”没想到你换了一张给我。哎，师傅，你今天啊很有幸运啊，你经济舱的，哎，把你升等了。我以为升等到我什么样的豪华经济舱，没想到你看一升等，头等升的，头等舱的。但是这么多年才有一次啊，这么多年哦，才有一次而已啊，不是每一次有这样的啊，不是每次的，你看哦，我们也不知不觉哦，会有受到这种的待遇，本来是经济舱，哎，买，啊，哎，到了坐飞机的时候把你升到头等舱，你看，啊，我以为是悟行法师给我的。哎，原来呀，都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给的，享受释迦牟尼佛的福报。哎，真的哎，我以为是悟行法师给的。啊，到了美国的时候，我问师傅，哎，谢谢你哦，师傅，哎，这个我今天啊，非常难得啊，被我升等到头等舱，哎，谢谢你，哎，不是我给的。哦，这个非常难得哎，但是这种的信念啊，才几年才有一次啊！如果你想要头等舱，你自己用你的钱去买啊！但是我们出家人，钱都是大众给的，我们怎么能够去享受啊，去乱花呀？你说对不对呢？啊，虽然我们啊，大家供养给我们啊，我们放在该放的地方，该用的时候赶快拿出来。但是我们不能乱花呀，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有这样的待遇。无论你今天有多穷，你造的业有怎么样的，连忤逆十恶，你一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能够有受到这种的待遇，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它会很好？因为它是平等的世界，所以在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烦恼？因为没有嫉妒心，没有贪心，别人有的你也有啊，别人无量寿你也是无量寿，别人是金刚不坏身你也是金刚不坏身，别人能够住在天空你也是可以住在天空，别人不想要住在这个天空，要住在这个地下。而且这个房子要多大，你也可以有这个能力，你也不用操心。天天都是怎么样的生活，就是天天讲经，哎，天天听经，天天听这个阿弥陀佛，天天跟这个诸大菩萨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去哪里观光旅游，十方一切诸佛国土，过十万亿佛土。你去观光旅游，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生活，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多人造业？不平等啊！你有，他也有；他有，你也想要有。你得不到的，你就嫉妒心，你就拼命的造业。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不断的去造业？不平等嘛，都是看着自己的业力。所修学的，所修的，你过去生，你修了什么样，你才能够得到？但是今生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发愿啊，真的要发愿，不要把这个世上每一件事当做真的，都是假的，明白不？如果你把它当做真的，哇，事情来了，真的。如果你每一件事把它当做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所以很多人说：“师傅，我要怎么样念佛？”你要保持那一念。这一念是什么？清净心。哎，你要保持这一念，清净心才能够往生西方净土，清净心才能够灭无量罪。
所以啊，我们师父上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报呢？所以这样的福报就是我们念佛而所感召来的，而这个福报非常难得，真的非常难得。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报呢？我们看下面，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师父上人在讲经当中常常讲啊，也常常提到，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法四十八愿五劫修行的时候而成就的，加持给我们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所以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五劫的时间因地修行而受到弥陀本愿的加持，你才会有这样的待遇。所以念佛法门这个法门真的非常难得哦，能够这样的遇到啊，真的很幸运哦。就是真的，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样的发愿，那我们怎么可能呢？所以真的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呢，真的非常幸运哦。如果没有这个法门那怎么办呢？活在这个世上真的是很苦的，真的很苦。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已经说了，真的很苦，有生苦，有老苦，有病苦，还有我们常常讲的爱别离苦厌憎会，八苦交煎，苦苦不堪言啊。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了解我为什么要念佛。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选择走这一条修道修行沙门做出家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忍众生苦啊，不忍心看众生苦，所以想尽办法要找到一个方法，要让众生不再受任何的苦，牺牲自己，贡献自己，怎么样来帮助一切众生，才会有今天我们遇到了这个法门。我们今天每天天天看到老人，有没有觉悟？没有啊。啊，你看我们自己都老了，有没有觉悟？有时候都没有觉悟。天天看到人家往生，有没有觉悟？没有。天天看到人家有病苦，有没有开悟？也没有。都在执着，每天不断的在执着，都在执着。哎，嗯，这个世上有我的，这个世上是我的。你想一想，一断气了，什么都没有。你看，师父每天在洗碗的时候，哦，要煮菜啊，还要煮饭的时候，还想，哎呀，能够活到今天，非常难得，赶快拼命念佛，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自己又凡夫。啊，过去生又不断的造业，我今生今天又活了一天，我赶快念佛，赶快念佛，这样，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无常嘛，死亡随时都会来临的。有一些人，听说明天又撞车了。你看，我们印尼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很有钱的，哦，在印尼很有钱哦，真的很有钱，一个华侨。非常有钱，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开车在高速公路，被一个大量的车，一个很大的货柜车撞到了，现场就死掉了。他也没想到啊，因为这个死亡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来临的，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这种的因缘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
啊，所谓的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的，有好好的 来念佛。因为师父也是这样想啊，你看我每次在洗碗的时候就是这样想，哎，今天能够活一天，那就多念佛活一天哦。所以呢，我们看下面，所以他们得到这个加持，就是得到了法身菩萨的待遇了。不但得到了物质上的待遇，连智慧、神通、道力都是跟法身菩萨没有两样。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稀有的，在诸佛国土十方刹土，他们都没有的。我记得哦，只有阿弥陀佛那边才有，只有阿弥陀佛那边才有。哦，十方诸佛刹土是没有的。所以呢，佛啊告诉我们，我们看下面，好，所以佛以十方诸佛如来，为什么在这部佛说阿弥陀经都称赞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不可思议功德利益，而且这个利益是释迦牟尼佛亲眼所看到的，亲眼所看到的，它不是从传闻来的，是释迦牟尼佛以十方诸佛如来亲自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利益。所以佛在弥陀经，就是在佛说阿弥陀经，告诉舍利弗尊者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请合掌来念啊，希望把这一段经文能够把它深入。佛告舍利弗，我见势力故说此缘，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度啊。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告诉我们的，你想一想，你会有这样的福报，就是阿弥陀佛而所修来，而这个福报功德是释迦牟尼佛亲眼看到的。所以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佛说阿弥陀经里面连续的四次都劝导我们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第二次的劝导，就是向我们劝愿了。这个是第二次的，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有四次，但是这个是第二次。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见势力不能把它简单看过，也不能把它忽略，一定要把它想透了，因为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见势力不能把它简单看过了，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明天早上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能够学习弥陀经啊，净土经里面的一些经教，一学习也有兴趣，一学习啊感觉啊，哎，我们跟阿弥陀佛啊很接近，真的耶，一学啊，我们感觉到好像跟阿弥陀佛好像在我的旁边，
观世音菩萨在我的旁边，大势至菩萨好像在我的旁边，而且越感觉这种的感觉，我们的烦恼越来越轻，等于是什么呢？我们的业障越来越轻了，就是说明什么？你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了。这个加持就是什么？烦恼轻，智慧障。你要这样的学习呢，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所讲的你的恭敬心。所以为什么在南传的佛法里面，南传的佛教，我们会看到法师还没讲经之前，这些居士啊，他会读诵什么？一个句诵，这个句诵就是以前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成佛之后，在想，这个佛法能不能世间人接受？当他想到这段事情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本来要入涅槃了，被这个大梵天王下来，来祈请释迦牟尼佛留在这个世间，永住这个世间，来帮助一切众生。其实呢，都是在表演给我们看。而这个句诵呢，大梵天王是怎么样跟释迦牟尼佛祈请的呢？所以他们南传的佛教就是应用这样的，就是恭敬心，对法的恭敬。你对法的恭敬，你才会得到利益；你对法不恭敬，你是不会得到利益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大乘佛法不读诵在这个南传的一些大梵天王的那个句诵，几乎都在读诵什么？就是那一个我们武则天的那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是对法的恭敬，对法的称赞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懂得从恭敬心开始，对一切人、对一切物、对一切事，这样的学习，你就能够得到那种幸福、一种美满的人生啊。这个简单给大家说明。那我们呢，明天早上啊，再来跟大家讲讲，谢谢大家。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祝大家身体健康，老实念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